大家好，这里是神田站的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。今天我们又更新了新的工作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工作呢，它是面向中国的化妆品相关的工作。然后雇佣形式呢，它是正社员的雇佣形式。然后工作内容呢是化妆品相关的营业工作，工作地点呢是在神奈川，然后工作时间呢是 shift 制，然后工资给予呢是20万起，这个呢是需要会中国话的，所以就是会中国话的朋友们可以就是联系我们，然后工作经验没有其他特别的要求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参加我们的说明会，然后说明会的现场呢会有详细的介绍说明。然后这边的说明会呢是每周的周一、周三、周五上午11点，周二、周四、周六、周日下午2点。然后说明会当天呢会有20多家会社，然后我们到时候会有详细的介绍，包括面试安排。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会社的话，当天会拿到一张黄色的面试券，然后如果是当天面试的话，还能拿到一张蓝色的餐票，然后餐票的话可以在公司的一楼进行免费就餐。公司这边的电话呢是03-6206-8058，我们如果有更多需要咨询的可以电话来访，或者是直接过来参加说明会。